似火大漠狂沙，这里就是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库尔勒。伴随着热浪来袭，现在地面的温度呢已经达到了将近40摄氏度，和这份火热相应的是远处的战车轰鸣。国际军事比赛2021在这里开展三个大项的激烈角逐，来自7个国家的代表队将在苏俄洛夫突击、晴空和安全环境项目上开展速度和力量之战，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赛场上的战火已燃，让我们随中国军团挺进大漠，决胜戈壁。国际军事比赛被称为军事比赛的奥林匹克竞赛，那么每一个项目呢都是对装备操作、技术动作、战术运用的竞技比拼。从2014年开始，中国军队应邀参赛，2017年开始，这已经是第四次国际军事比赛在新疆库尔勒拉开战幕。那么天山脚下呢，天气非常多变啊，一会儿骄阳似火，一会儿乌云密布。那么刚才还下了一点细雨，但是丝毫不影响现场的比赛氛围。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比赛的起点呢，已经有辆战车整装待发，马上就会冲出起点。势同势连，让我们期待一下他的精彩表现。蓝色步战车前进。好的，伴随着裁判长的一声令下，今天的单车赛比拼正式拉开帷幕。今天进行的是苏俄洛夫突击单车赛的比拼，那么它采用的是错时出发、分别计时的方式，比拼的是单车完成比赛的速度。这次苏俄洛夫突击的参赛车队除俄罗斯外，统一使用我国 86A 式步战车。这款步战车可以说是一位沙场老将，曾多次参加该类型比赛。在国际军事比赛2017的赛场上， 86A 式步战车首次参赛，以良好的越野机动性和强大的火力打击能力备受人们关注。本次参赛队使用同款或性能相近的装备，也是为了突破装备限制，最大限度地展现参赛官兵的技战术水平。绿色旗帜对阵绿色赛道的是来自中国的第一参赛车组，一二就，前进。好，现在呢，中国队已经快速出发，到达了机动越障路段啊。那么它从出发到到达机动越障路段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一般来说，这个时间就能看出整个车组的实力了。那么机动越障路段呢，主要考验的是驾驶员的驾驶技术和紧急避险能力。如果说将赛场想象成一个战场，步战车驾驶员不仅要躲避敌人炮火袭击，还要急速绕行被炸毁的路段。此时赛场上树立的多个障碍杆就迫使车辆必须以 S 型路线前进，触碰到道路两侧或者中间的标杆都会被罚时扣分。快速地驶出了机动越障路段，可谓是靶向精准越障碍，一鼓作气开门红。现在呢，我们的中国队已经穿过了机动越障路段，到达了射击阵位。那么现在他们是正在进行一些装的。好，我的话还没说完，现在炮声已经响起来了，他们正在使用 86A 式步战车的主武器对我们的靶标进行射击。那么这里虽然离射击阵位的距离比较远，但是能听到炮声还是非常响的，同时能看到远处冒出了浓烟。那么他们所要射击的靶标呢，是随机出现的，一共5个靶标。值得一提的是，每个靶标出现的时间只有20秒，也就是说我们的参赛队员需要在20秒的时间内去瞄准和锁定目标。它考验的不仅是稳准狠的能力，同时还是我们像鹰眼一样快速锁定目标能力。好，现在炮声真的非常的密集，那么他们的射击还在进行当中。那么射击完成之后呢，他们就要继续前往下一个障碍区。绿色步战车目标全部命中，祝贺中国第一参赛车组目标全部命中。观察快速猛攻，18世纪俄国著名的战略大师苏俄洛夫提出的战术三原则。那么国际军事比赛苏俄洛夫突击赛就是对这个原则的经典还原。今天是苏俄洛夫突击赛单车赛的最后一天，那么天气呢是下起了蒙蒙细雨，地面也比较泥泞。那么我此刻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苏俄洛夫突击赛当中最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障碍——涉水场。我身后就是涉水场了。这个涉水场的长度呢，大概是45米左右，深度有1米多，进入水的坡度呢是15度左右。那么之所以设计这样的涉水场呢，是因为我们的步战车要在重装突击部队执行任务的时候一同前进。那么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遇到河流和水坑之类的障碍，他们也需要快速的通过，非常考验驾驶员的驾驶水平和装备性能。随着一个快速的转弯，中国队步战车组的战车正朝我们飞奔而来啊！现在他马上就要冲入涉水场了，他重重的跃入，又很快的鱼跃而出。
前往下一个障碍了。其实这样的涉水场呢，看似我们中国队刚才表现得非常的轻松和霸气啊，它的难度是相当高的，因为它进入水中的速度大概是每小时45千米左右。那么由于进入水中的速度大呢，它的阻力也就大，那么水的阻力呢有可能导致步战车偏向。步战车出水的难度之一呢，是要在抵达出水坡之前控制好车速与牵引力。一旦掌握不好两者的关系，战车在出水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动力不足，滑入到水坑当中。所以说我们战车出水的速度以及换挡的时机，每一步都要非常的精准精确，才能呈现一次完美的出水。出龙潭入雷场攀丘陵，一个障碍接着一个障碍，几乎不给参赛的车组任何喘息的机会。现在在我右手边的这个障碍呢，就是一个坡度15度左右的土岭，那么从坡底到坡顶呢大概有50米长，考验的是步战车的爬坡能力和装备的机动性能，所以几乎各个国家都把这个障碍作为一个重点的训练科目。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重达10几吨的铁堡垒如何实现凌空飞跃。失重状态的凌空驾驶，很难想象在失重的状态下，我们的驾驶员要进行一系列的换挡操作，可以说几乎是一次完美的凌空飞跃。在我说话的间隙，我们的步战车呢已经飞越了土岭之后，又快速的前往下一个障碍了。好，现在又有车辆要翻越这个土岭了，大家可别小看这个15度的土岭障碍啊！除了腾空之后的难操作之外呢，它还会受到潜望镜的限制，驾驶员的视野受限，可以说是上下不见天地，它的危险难度可想而知。那么这次参赛队员当中呢，据我了解，最小的队员只有23岁，和我的年纪差不多，可以想象他们为了代表祖国征战付出了多少努力。不只是他们，在新疆库尔勒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洒满了参赛队员数不清的汗水。少了比赛的紧张，多了几分训练的火热。虽然今天的比赛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的训练仍在继续。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参加比赛的86A式步战车了。哎，你好，请问谁是驾驶员啊？哎，你好，我是驾驶员。哦，驾驶员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一圈12处障碍都是由您来完成的吗？对对对。那哪一个最难呢？您觉得？比较难的是东边的一个涉水场，然后西边的一个崖壁，然后比较危险的是这边有个反坦克壕，过来之后有个赤车桥，然后因为它的上下颠震比较厉害，所以它的危险系数比较高。然后在训练过程当中容易受伤的也就是这两个，我的炮长也是上次飞赤车桥的过程当中脑袋也磕破了。还是会有很多磕碰，真的很不容易。你们的辛苦没有白费，我看你们在赛场上的表现真的非常出色。我想问一下，现在能不能带我到车上去体验一下在赛场上的感觉？可以可以。您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观察镜。作为一名驾驶员，就是掌握这4个镜子的观察，然后观察它的上下死界，然后驾驶这个车辆。我们通过障碍的时候，也是通过观察这3个主要的观察镜，然后侧边有一个辅助的。一共4个观察镜，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驾驶室，我们观察外面的只有这4个窗口。对对对，它的盲区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比手机屏幕还小嘛。那行，那您现在带我去体验一下前方的障碍吧。啊，好，那您要注意安全。好好好。
向涉水场的坡度甚至比侧倾坡还要陡，我无法想象在涉水场飞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真的是很有挑战的比赛，这些都离不开他们日复一日的训练，为我们中国参赛队和其他各国参赛队点赞。跟着驾驶员体验了一下比赛路段上的障碍路段啊，真的对我来说太刺激了，尤其是侧倾坡，刚才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在这个过程我也是深刻体会到了我们战士们日常训练多么有挑战性，同时呢也是更加去感受到我们的战士们在实战当中有多么快的机动能力和多么高的技战术水平。教练你好。你好，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实在是太刺激，太有挑战性了，对我来说。但是刚才还不是比赛和训练的速度吧？这个速度在我们平时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中呢，完了比这要快上5倍吧。那我们日常的训练，如果说不是为了比赛，我们的要求和强度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在平时的训练过程中呢，跟这个要求也是一样的，更加的严格。因为只有这样严格的训练，我们才实战运用的过程中更能打仗打胜仗。国际军事比赛的比赛日程安排是非常紧凑的，和苏俄洛夫突击赛穿插进行的还有晴空和安全环境两大项目。虽然现在天光还非常亮，但此时其实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了，我们晴空项目的队员还在紧张的训练当中。班长你好。哎，你好。您现在在我们这次比赛当中是担任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在本次国际比赛中担任导弹主射手。啊，主射手。那我刚才从下面上来啊，就是已经感受到心跳非常剧烈了。那您是怎么扛着这个还这么稳？我能试一下吗？它的重量？可以可以。好。哦，这扛起来还是很沉的。我这个手应该怎么放？有什么要领？这个右手要握住这个。哦，右手握住这个。通过这个来瞄准。对对对。我感受了一下啊，虽然叫便携式防空导弹，同时它看起来也很轻便，但其实扛在肩上还是很沉的。那班长您平时是怎么去训练稳定性的呢？我们都是利用信号弹练迅速接获，利用我们无人机练这个机筒的稳定跟踪，2区3区去瞄准接获，发现目标后立即接获。明白。教练你好。哎，啊，教练，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看您在指导队员啊，就是我们平时在训练的时候都有哪些要领要注意呀？第一个，快速发现目标的能力；第二个是我们稳定跟踪的精度；第三个就是截获时的这个稳定性。嗯，那今年的比赛和往年的比赛有什么不同？今年比赛与往年比赛可以说是难度增加了不少，也增加了一个射击地段，考验了我们队员的这个体能以及这个心理素质。根据这个赛事设置这个流程，这个射击地段也是体现了我们防空兵快打快射这个原则。今天在这个比赛场地要进行的是晴空项目的角逐，那么它将考验防空兵的综合技能，既有快速机动和防空技能的比拼，又有心理素质和意志力的较量。而晴空这个美丽的名字呢，在俄语中的意思是将天空之敌化为乌有。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现场的天气万里无云的，那么这也和我们比赛项目的名称一样。那么现场的气温呢是比较高的，比赛的气氛值已经拉满了。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主席台各个国家的队伍呢正在为自己的国家加油，同时他们准备参赛的战车呢也已经整装待发。检录处引导中国代表队进到出发位置。现在他们正在高呼口号为自己加油鼓劲，比赛即将开始，队员迅速好，现在我们中国队的战车已经向我所在的这个车支桥冲过来，可以看到啊，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这次比赛呢，除了俄罗斯是自带装备参赛之外呢，其他所有的国家采用的是我们国家的92A式轮式装甲车，可以看到啊，它的行驶速度非常快，以非常快的速度冲上了车支桥。那么这个车支桥看起来的坡度不是非常的高，但其实呢，它的中间是有个沟槽的，一旦压偏的话呢，它就容易掉桥。那么刚才呢，中国队也
是以非常快的速度冲过了我们的车轴墙。现在车上我们的战士们呢已经下车，准备到指定的位置进行自动步枪的射击。他们前进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啊，这也是模拟我们实战化当中我们步兵前进作战的一种方式。那么伴随着他们到达点位的脚步呢，我的声音也要放低，因为如果音量过大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射击。完成射击，迅速的返回战车。现在我们中国队的队员已经完成了自动步枪的射击，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装甲车上。那么和苏沃洛夫不同，晴空项目呢它的全程的赛程比较的长，共有9.5千米，队员们依次要通过12个障碍，包括双直角通路，还有我们的错位通路，以及难度最大的八字形路。八字形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密弯急道窄，所有的车辆在经过八字形路的时候呢，距离两旁的立杆只有一拳的距离，稍有不慎呢就会碰到立杆，所以是非常考验驾驶员的技术的。所有的车辆在通过这个赛段的时候，通常都是稳字当先来减慢它的速度，当然这也是一个能够提升比赛成绩的一个重要赛段。好，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参赛队的队员已经到达了发射正位，准备我们迎攻导弹射击的发射。那么它的动作是非常迅速的，那么在实战当中导弹发射的稳定性、速度以及精确性三者都是缺一不可，至关重要的。他们在日常训练当中也会侧重对速度和稳定性的训练，同时他们要对空中移动的靶标进行瞄准，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好，一枚导弹腾空而起啊，拖着我们的尾焰直刺苍穹，可以看到它在空中和靶标完美的交汇了。那么在空中的靶标它也是移动的，在实战当中通常敌方的目标也是移动的，所以说这样的比赛环节设计呢也是更加的贴近实战当中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到现在队员迅速登车，战车继续前进。可以看到不远处我们中国队的战车已经越过了多处的障碍，来到了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另一个发射阵地。那么一会儿队员们就要下车进行弹药的装填和准备，然后再上车，他们需要在运动的车上对前方山坡上的靶标进行射击。那么这次射击除了俄罗斯使用的是自带的装备之外呢，其他国家都使用的是我们国家的前卫二型防空导弹。那么前卫二型的防空导弹呢，它采用的是红外热源的一种追踪模式，也就是说一旦导弹发射出去它能够自动追踪热源，那么这也离不开我们发射手它瞄准的精确性。刚才我试了一下啊，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下稍微跑几步心跳就上来了，其实在这样非常紧张的比赛环境当中去稳定住我们剧烈的心跳去精准的射击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好，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一枚导弹已经发射出去，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向山坡上的靶标飞过去啊。那么这个发射呢也是挑战了我们便携式防空导弹发射的最低高度，从瞄准到击发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一击即中，可以说我们中国的参赛队员用我们的便携式防空导弹打出了狙击枪的精度。好，现在呢我们中国队已经完成了便携式防空导弹在这个正位的射击，正在快速的驶离我们的发射正位继续向前奔去。在新疆库尔勒的这几天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热了。那么在赛场上和天气最相配的项目非安全环境项目莫属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赛场上我们安全环境项目的参赛队员穿的是最严实的。班长你好，我看您在整理的这个就是防毒服吗？对对对。我能试一下吗？可以。你吸气。嗯，呼吸不过来。对，我现在感觉透不过气。对，这这就是一套穿戴完毕的，对对对，防护的装具。对对对。那平时你们穿戴这一套完整的需要多长时间啊？大概1分钟以内吧。1分钟以内就非常快。对。那这也是贴近我们实战化的需求。对，根据实战化的。在战场上，速度就非常关键。
平时对人们跳的速度要比这个快很多，咱们视频赛场上快速反应要求啊，我帮大家练练。我刚刚只是体验了其中两个障碍，大概前后距离可能不到100米，都觉得我的体力实在是跟不上。但是我们队员们平时除了体力的考验，对他们来说还有脑力的较量，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要完成这些障碍，同时还要记忆大量的毒剂种类，这样才能在我们的甄毒环节当中出色的完成他们的任务。所以说这也是非常贴合我们实战化的一个需求。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啊，尤其是这个比赛的训练过程中啊，常见的是3种毒剂。然而在我们实战的过程中，我们所面对的毒剂远远不止3种，大大小小几十种毒剂，咱们要对这几十种毒剂增厚进行反复的记忆。好，那我想考考您，可以吗？没问题。就是我想了一下，就是您现在这个甄毒盒里面应该有不同的甄毒管。对，如果我随机拿出一个，您能说出它是适用于什么毒剂吗？没问题，您可以试一下。好，随机拿一个啊。好，你看这个。这个甄毒管测试的是一种神经性毒剂，战场上它的毒剂，沾染的介质它是不同的，因此啊，我们要对毒剂在不同的介质上的颜色进行识别、记忆。那要记的东西真的是非常多，果然是部队当中的最强大脑啊。那么非常期待你们在赛场上的表现，让我们拭目以待。满怀期待的迎来安全环境的比赛项目啊，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就是安全环境项目的一个采评点。那么站在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可以将参赛队员的甄毒环节尽收眼底。那么虽然他们使用的是比赛试剂，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也是带好了防护的装具。在我身旁呢就是我们模拟被化学武器袭击的一个染毒道路了。那我们的参赛队员要快速的到达染毒道路，并且徒步用最短的时间去侦查出毒剂的种类。在这个染毒道路当中呢，是有3个染毒点的，这3个染毒点呢随机排列组合将会产生27种结果。啊，我们看到现在呢，我们的中国队已经率先到达了我们的染毒道路。那么我们的参赛队员呢是迅速的下车，已经在进行对第1个染毒点侦查。好，我话还没有说完，他已经奔向了我们的第2个染毒点啊。那么为了不影响他们操作，我的音量也尽量的放低。好，第2个染毒点的判断也已经结束，冲向第3个染毒点，真的非常的迅速。可以看到他的穿戴也是我之前体验过的防毒服，现在里面想必已经汗流浃背了。希望防护面罩当中雾气不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好，现在呢，中国队已经完成了3个染毒点的侦测，迅速地驶离了我们的染毒道路，前往下一个障碍区。那么早在2017年呢，中国队的参赛队员就曾经以34.95秒的速度获得了最佳侦查员的称号，当时连裁判都觉得不可思议啊。那也希望今天的比赛他们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时间转瞬即逝，一转眼我的国际军事比赛2021新疆库尔勒之旅即将画上句号。到目前为止，中国军团不仅在苏俄洛夫突击、晴空和安全环境3个项目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更是在海外赛场打破了赛会纪录，多款主力装备首次为国出征亮相国际赛场。不管是开门办赛还是走出国门，新时代的中国军人更加开放自信，他们在相互借鉴中扬长补短，在贴近实战的比拼中实现了赶超，在开门练兵中不断提升打赢本领。滚滚热浪，你才融入大漠苍茫，追回应召信念坚如钢，拼搏让青春美丽无限，使命扛不起无穷力量，不惧风雨斗志昂扬，胜利才是最美勋章。
国际军事比赛2019正式落幕了。在这场由39个国家和地区的223支代表队参加的国际性赛事当中，一大批新型装备和军队精英们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期科工试点，我们来关注亮相国际赛场的中国明星装备。坦克大赛一直是每年国际军事比赛的重头戏。作为今年国际军事比赛的揭幕赛，坦克两项小组赛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远郊的阿拉比诺靶场举行。中方参赛队的 96B 坦克与其他参赛国驾驶的俄制 T72B3 坦克同场竞技。96B 坦克优越的机动性也给现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上得了战场，飙得过赛场，用这句话形容 96B 坦克再贴切不过。 96B 坦克在动力系统设计上有独到之处，炮塔后部两侧增加了辅助进气口及相应的进气装置。这个细节设计不仅能使其在高速跑车环节为发动机提供额外进气，增大输出功率，提升车速，还能让坦克在涉水时关闭车体进气口，利用辅助进气口，这样 96B 坦克可以不减速直接高速过水，完全不必担心发动机进水导致熄火，既提高了发动机可靠性，还为比赛争得更多的时间分。 96B 坦克体积和重量适中，能够驰骋在中国绝大部分国土，在水网、稻田、丘陵地形都能够有效使用。 96B 发动机功率接近1200马力，采用了液力机械综合传动装置，方向盘控制能够自动换挡，操纵灵活，坦克兵的驾驶负担大幅减轻。特别想问一下，喜欢坦克的朋友们，这次坦克大赛看得过不过瘾啊？如果不过瘾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再来探讨一下。因为有一位居民朋友呢，关注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在我们的国产系列坦克当中啊，96坦克性能并不是最好的，那么为什么不派咱们国产最新型的 99A 坦克参赛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下面呢请原装甲兵工程学院指挥系主任卢继兵先生为我们解答。96坦克呢，应该是我们国家的二代坦克，在96式坦克的基础上，我们当时对发动机有所改进，火控系统有所改进，成为了 96A。 那么前几次的坦克比赛中呢，我们都使用的是 96A 坦克。为什么要拿出 96A 坦克来和俄罗斯比赛呢？就是因为俄罗斯拿出来的它的坦克就是T72B3。那么我们的 96A 坦克和T72B3的坦克呢，性能基本是相近的，在这种基础上应该讲是平等合理的。那么后来为什么换成 96B 坦克了呢？我们的 96B 是在 96A 的基础上更换了一个马力稍微大一点的发动机，我们的发动机和它的T72B3M 的发动机是相差不多的，它是1130马力，我们是一个1200马力的一个发动机。这样的话呢，我们和它比赛的性能是基本平衡的，所以我们这次比赛仍然是拿出了我们的 96B 和它的T72B3M 来进行同等的比赛。好，感谢卢老师的解答。我们知道啊 ,96B 坦克是96式坦克的改进型号，已经代表咱们中国多次参加国际性的比赛了。我们的坦克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自主研发升级的路呢？下面呢，我们继续请卢继兵老师为我们解答。所以我们的 96B 现在已经可以实事求是地讲是一个准三代式的坦克了。随着新概念的火炮，随着新概念的防御系统，随着新概念的发动机的出现，我们未来的坦克发展的趋势在于轻小型化、多功能一体化、模块化方面发展。比如说我们有了新概念的火炮了，这样我们的火炮不是口径越来越粗了，反而可能越来越细了。这样的话呢，从装甲板的减少、动力系统的减少、火炮的这种口径的减小，使我们的坦克将来发展的是越来越轻。我们坦克是走了这么几大步啊，第一大步叫缴获，第二大步叫引进，第三大步叫仿制，第四大步叫改进，第五是自行研制。我们从70年代起，我们就开始走入了完全的自我发展的这种道路，所以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坦克上每一个零部件全是我们国家自产。
其实这次比赛中，我最关注的是 96B 坦克表现出了明显的速度优势。据说这款坦克的最高时速能达到每小时70公里，这么强劲的动力得归功于 96B 坦克安装了涡轮增压水冷柴油发动机，并且配备了数字操作系统，提升了它的可靠性。另外呢，这次比赛 96B 坦克表现出众，还得益于它从搜索、发现、跟踪、瞄准到射击目标的反应时间非常短，只有大约6秒钟。如此迅捷，是因为它的火控系统采用了反稳向式火控系统，并且配备有激光测距仪和双向稳定器的车长瞄准镜，所以这些都使得坦克能在2000米的距离上对运动目标具有较高的命中率。除了 96B 坦克，中国的明星装备还有哪些？在现代战场上，除了装甲兵的坦克所向披靡之外，机械化步兵的步战车作用也不容小觑。我们下面就一起看一下。苏沃洛夫突击虽然只是军事技能比赛，但其设置的项目其实还是比较贴近实战的。苏沃洛夫突击步战车组项目集快速射击、驾驶越障、指挥通联于一体，要求参赛队员驾驶步战车在4.3公里环形闭合赛道上行驶2.5圈，通过涉水场、车辙桥、倾斜坡等12个复杂障碍，还要进入射击正位，对装甲车辆、直升机等多个极限距离上的目标进行实弹射击。这项比赛不仅检验装备极限性能，更考验参赛队员的作战能力、协同能力。比赛过程中，除俄罗斯使用自带装备 EMP2 步战车以外，其余参赛国均使用中方提供的86A 型步战车。86A 型步战车是由我国第一代步战车86式改进而来，车载火控系统装配有火炮稳定器、激光测距仪、火控计算机、微光夜视系统等信息化作战系统，可以实现全天候作战。战车前方安装的防浪板可不经过任何准备直接浮渡江河湖泊，其公路时速最高可达65公里。此外，中国的前卫二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在这次晴空比赛中也是大放异彩。前卫二是中国研制的第三代单兵尖射式防空导弹，采用红外巡地制导，具有相当强的抗干扰能力，主要用于在野战环境下对直升机、近距支援攻击机和巡航导弹等低空目标进行拦截打击。我们知道，前卫二作为新一代的便携式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在这次国际性比赛当中吸引了不少关注的目光。那么，在防空体系日益完善的今天，为什么便携式防空导弹仍然备受重视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导弹技术专家杨成军先生的看法。现代作战当中，防空问题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前卫二型防空导弹是现代防空作战当中的一种重要兵器，它体积小，重量轻，它的全弹的重量仅仅只有11公斤，发射方式灵活，既可以单兵肩扛发射，也可以在陆地和舰船上实施发射。它准备时间短，它从瞄准到完成发射准备仅仅需要5秒钟，甚至更短，打击范围很广，它既可以打击空中的低空目标，还可以打击低空的武装直升机、强击机、无人机，甚至巡航导弹。这种导弹的命中精度高，在视距的范围里面，对于目标从理论上讲可以达到零误差，也就是看到发现就可以直接摧毁。正因为它具有这么多突出的优势，所以它才呈现出这么强大的这个生命力。好，谢谢杨成军先生的解答。我们知道，国际军事比赛被誉为是军事界的奥林匹克竞赛，从2013年开始，这项比赛开始举行，每年举办一次。而且啊，有一个特点，几乎任何的一种一线兵种和一线的装备都能在这儿找到展现水平的竞技舞台。2014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6年出国参加这项赛事。从2017年开始呢，我们也在国内举办部分的赛事，已经连续3年了。那么，从这项赛事当中，我们的国产装备在使用方面和未来的研发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收获呢？下面我们来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讲讲他的观点。
连续参加各种军事奥运活动，对中国军队的训练，包括武器装备的维护和保障有重要作用。像之前我们到俄罗斯去参加各种比赛，地形很陌生，以后要打仗，谁说一定要在熟悉的条件下作战？往往是没有来过、没有看过、没有感受过，一个三不的要素。在陌生的条件下能够训练，基本上代表了在陌生条件下能够作战。另外，在对抗过程中，对方的优势，包括他的战术原则、操作要领、武器装备的修长，能够体会到极致。如果也让我们武器装备包括各种对抗手段达到一个极限状态，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外方的特点到底在哪里。所以通过各种比赛能够起到一个取长补短的作用。另外，通过交流行动，特别是一些零距离的这种交流，可以把对方的各种特点以及训练中的感受真真切切地拿到，这样对于提高训练质量、提高作战能力也有重要的作用和发展。所以在整个的训练过程中和比赛过程中，金牌并不重要，地级也不重要，关键是通过各种比赛，我们提高了能力，开阔了视野，长了见识。我们知道，枪械弹药作为单兵作战的核心装备，在战场上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了确保枪弹研发数据的精准可靠，奉献着他们的青春。本期科工人物，我们带您走进枪弹试验员王建辉。我从事的工作岗位就叫枪弹试验，每一个弹部件、每一个材料都会对弹种、一个性能产生影响。能配合达到一个最完美的一个数值的话，你要不停的试验，通过我们的试验数据反馈给研究中心进行一些改善。这个工作就必须要求我把这个枪打好。枪弹试验员吧，心理素质特别重要。抛开一切的杂念，注意力啊，全部集中在刻度线上面。如果有一丝的害怕、一丝的胆怯的话，你的心跳就会加速，打出去肯定是不精准的。就大口径枪弹打一发的话，一般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什么后坐力啊、噪音。这一块我要把它降到最低。比如我们测试一种弹，它的穿甲燃烧性能好不好？就要做这个穿甲燃烧试验。安全员是否可以射击？机师安全，请射击。因为你每打完一发，你要快速灭火，特别是夏天，红星这块40度左右，就是在太阳下站着，你也受不了。穿着这么厚的服装，然后再加上那个火那个炙热感。那个辐射，热辐射，绝对受不了的。我的极限一天就是灭了9组，90次的灭火，汗水都已经打湿完了里面。觉得喝的水，刚喝下去，就突然一下从身体里一下就排干了，确实特别难受。我一天的话。700到800发都很正常的，有时候最多时候2000左右吧。大型的那种狙击枪，我们一组也不多，也就3发，打个3组下来，我都感觉我的肩已经不是我的肩了，一般的情况下都是红的。一样的要上弹、端枪、激发、射击，因为做到这份工作，你就有这个责任。主要还是部队磨练了我的意志吧，让我有一个比较吃苦耐劳的一个品质，这个觉得是我从军3年得到的最大的一个帮助，一个变化。现在国家富强了，部队的装备提升也很大，也要求一些作战需求更多的一些新弹种，肯定是不断的要学习，不光是要打得准，还要对各种工艺规程啊、技术要求啊，都要有所了解。
我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在以后我的职业生涯里参与的科研事业得出的每一个数据都是准确的，通过我们的测试到部队战士手中的东西都是安全可靠的。虽然我们岗位很小，但是能为国防事业尽一份力，我们感觉到很自豪。军工人日夜攻关，为了实现中国枪械弹药装备的精准化、高端化，不断的奋斗。那么中国国产枪械弹药的发展历程是什么样的？未来又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我们下面来听一听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的解读。中国枪械的发展有这样几个关键词，首先是缴获。在国庆大典我们看到的步兵方队有13个口径，来自20多个国家。那么这个阶段越过之后，就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这个引进和仿制的阶段。当时五开头武器装备特别多，而且我们上学和训练过程中，那种五六式它的枪组化非常明确，这是对中国武器装备的第一次统一，口径弹药保障方面有了重大的进步和发展。那五字开头之后就进入到了发展和创新阶段，那么81步枪的出现让中国创新、中国发展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把之前阿卡系列武器装备的优点全部集成，根据中国人、中国军队和中国作战环境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所以它的综合作战能力包括人机工程达到了理想状态。那么95步枪开创了中国创造的一个新的阶段，目前看的枪族化、口径化符合全球潮流，与大国相比在口径、杀伤威力以及携行能力方面有了重大的进步和发展，对于提高中国武器装备的自主创新水平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果展望今后，还会有更好的武器装备在解放军战士的手中发挥重大作用，像双口径步枪以及中间威力武器装备有可能会成为今后武器装备发展的重点与核心。所以纵观轻武器的发展，我们从之前的缴获万国牌变成了统一式，从统一又变成了创新和发展，在作战能力、武器装备信息化方面将会出现重大进步。所以一路走来既坎坷又荣光，今后中国轻武器的发展将会迎来灿烂明天。